No, 现在还有机会退出。你觉得大巴车没有什么？但是我刚刚听到了最多一句话，你笑起来就像200多斤的胖子。没有什么。好耳人好不听。我说了，你还不是听不到。这个不能看，不能看。一个人。楼上的朋友给主持人加把劲。主持第二次尝试。还是让我送你走吧。准备。